哥啊，俺是张飞呀。三弟啊，不，三妹，怎么回事？小鲁班呢？别提了，大哥，俺本来可以将小鲁班手到擒来，谁知道被他吃掉塔下血包，放屁嘟嘟发作，一批把俺崩成这个模样了。我都说了，不要让小卤蛋吃东西，他的屁很毒的。那你当时怎么没有事儿啊？嗨，我戴了口罩去。你这家伙怎么不早说？三妹兄呢？二哥去帮你报仇。鲁班七号，跟我走吧，关某保证你没有危险。少骗人，你们想把我解剖做实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哼，那休怪关某无礼了，看招。哼，还好我有准备。小小鲁班，你以为就你有准备吗？哼哼，算你厉害，不过我还有绝招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停了个什么玩意？